奇，开玩笑，好，非常感谢。那接下来请出的呢，也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，他年纪非常的小，他今年才10岁，他有可能是今天参与表演的所演的最年轻的一位，来自俄罗斯。很多人说他有可能就下一届冬奥会当中金牌的最有力的竞争者，所以如果未来我们看到冰娃跟他站在一起竞争金牌的时候，不要意外。掌声有请来自俄罗斯的托利娜·阿格莫诺娃。Gracias.